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这个大头照的部分哦。大头照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还蛮方便的，因为大头照平常我们其实也都有去用到嘛，对不对？可能要参加活动啦，哦，毕业啦，还是说这个老师有时候参加一些外面的研习，哦，考试啦，都会有去用到。那平常我们拿老师如果说不含拍的话，我们这边拿去洗一组大概是多少钱？我们现在洗一组大头照的话，不含拍哦，不含拍哦，80，台中市好像是60啊，好像60。但是其实不管怎么洗，我们都觉得不太划算。现在一组好像是4张还是6张？4张对不对？好像有点少哦。如果假设80块4张，随便几百块呢？一张洗数位照片4×6一张才多少？5块。或者是就是看张数啊，哦，最便宜好像在那个我们台中的话，在那个什么，中国药学院附近还有1.8的，不过那个数量要够才有1.8的。好，哦，那所以说这样就差很多。那事实上一张4×6可以洗几张？2寸的可以洗8张啊。对啊，如果老师用的是1寸的，可以洗10张哎。你有咱这照相馆最开火毯，第一飞速会照片过来火毯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老师您画面借我一下喽。啊，对，现在在我这边哦，忘记了。好，您看一下这里，您看右上，它最大好处它是 MIT 的，是台湾制的哦，所以你会发现它有很多跟我们相关的。你看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做大头照，在这里，哎，你把它点一下，你不用开任何一张哈，点开就好了。那么他一进来就有很多的范本给你选，看你是要选2寸的、1寸的，还是混搭的，哎，都可以。我们最常见的，比如说，哎，你看2寸的就可以洗8张，而且有符合新版身份证的。那几年前我们不是要换那个新身份证的时候，它有一些规定嘛，哈，啊，头要比例多大啦，哈，之类的。那你也可以混搭，比如说你看四个人的，有没有？这是一个人的。你也可以像这样子，就是这个加上1寸的，有没有？4张2寸加上4张1寸的。其实说真的，老师，假设你一次洗8张，你会不会一次用完？很少有要一次用那么多的，但是报名都有规定哦，6个月内进照哦。你有照规定来吗？还是浅浅的弄而已的，对吧？搞不懂啊，那好，除非他有很严格要求啊。但是说真的啊，等你假设你洗了8张，等你到最后又说奇怪，怎么又不见了，又拿去洗，对不对？又乱丢啊，哦，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跟别人这样一起洗就好啦。所以比如说像这样的那2个人的，看看你把范本选好，按 OK， 好进来的。那么你有2种方法，一个是从上面的。直接载入照片进来，哦，载到这边来。另外一个呢，就从下面丢上来也可以，都一样哈，哦。那我们这里呢，我们刚刚有给各位一个叫做“轻松制作大头照”的资料夹，你可以找看看，你就随便丢啊。比如说我这样丢进来，这样是就一张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再丢一张，好。但是这样丢进来之后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是用生活照做的。如果老师是拿那个我们现在拍照不是都有光碟片吗，那个就没有差，丢进来就刚好，啊，但是如果你拿生活照了，你就大小这个比例要调整一下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看你点到你第一张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红色的大头？对，所以很简单，把大头缩小到跟你的头一样大就好了。让你了解的吗？他的贴心就在这边了，对不对哈？我们很轻松的就可以做。那点到第二张一样，把红色的大头先缩小，缩小到适合大小之后拿过来对准，这样头的比例是比较接近。哎，那如果好了，我们就来这边输出大头照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那他就跟你讲说你要输出到哪里，好，你可以自己选择。那档案名称你可以从这边进。那么我建议各位老师说，其实如果你要照片的品质比较好的话，你可以选择用 TIFF 或 PNG。其实平常大部分我们数位相机是不是都用 JPG？ 但是说真的，它并不是最好的，因为
这个 JPG 它每次都会做一件事情，叫做压缩。可是这个压缩是属于破坏性的压缩，也就是说越滚档案是越差，它真的有丢掉一些东西。那如果你用的是 TIFF 啦、PNG 或 BMP 这三种的话，就是它的品质是比较 OK 的，它有压缩，但是它不是破坏性的，所以你可以还原回来，好像我们那个压缩档一样，压了之后可以完整回来。好，所以老师可以参考一下，就这么简单，有没有？那如果整班的或整个办公室怎么办？老师可以用批次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只要一个人会就好了，其他人负责把照片丢给他，因为一样的，你看点进来之后，他就问你找一个模板，对不对？啊，假设我们跟刚刚一样两个，然后呢，你就告诉他你的照片在哪里。好，比如说我现在找一找，找到我们相关的，好，假设用这个，好，四张 OK。 那么四张我总共会产生几，有没有？他帮你算好了。那所以你只要就是点到第一张，那么这边调一调，点到第二张这边调，点到第三张右手边，左手边这边它就换成下一张。好，你还是要调整啊，除非你老师收的就是那个光碟片里面那个已经照好的，那就不用，好，就是直接弄好。那一样输出的时候呢，就按开始批次梳理就好了。好，你就可以看你要存在哪边。好，所以这个大头照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生活上这样也蛮好用的。你这种功能你要用 Photo Intake 啦， Photoshop 谁会理你，因为这种就是比较特殊的应用，所以你用这个做就快很多。